五号吧。五号女嘉宾，因为五号姐姐当时就说了，大哥是她喜欢的类型。啊、哦嗯，我对你印象最深啊，叔叔，你最有杀伤力的是你的笑容，嘿嘿嘿嘿，憨的乎的笑的哈，嘿嘿嘿嘿，特别有亲和力。其实这阿姨不逊色于你，也特别有亲和力，她总是笑眯眯的。我觉得这阿姨上台之后，同样也能感染你。看看吧，我们女嘉宾啊，也已经准备的差不多了，有请我们五号女嘉宾登场。我是来自沈阳的刘俊英，人活着就要活出品质，你愿意来到我的世界和我共享生活吗？您好阿姨，你愿意来到他的世界和他共享生活吗？我愿意，愿意。整得像婚礼现场。谢谢，我愿意，我愿意，我愿意。第一印象感觉他挺憨厚，而且那个仪表也挺好。你家那边长得也行，是我的理想型。来，我看看您爱的信物是什么。